王讲啊，这个六欲翻天了。六欲翻天，国禅知不知道什么叫六欲翻天？第一个天呢是六欲天，六欲天呢，这叫欲界天，有欲界天，有色界天，有无色界天，这叫三界。俺们现在呀，都在这个六王、六欲天的四王天里包括着。俺们直接看所看见的这个天，这叫四王天。有四大天王啊，他管着。这个天呢，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上。这个须弥山呢，是在这个人间的一半，在这个四王天的上边呢，还有一半。所以啊，这个什么叫四王天呢？是在须弥山东边、西边、南边、北边，啊，这四大天王，这四大天王管着俺们这个四天，一四天下，管着东胜神州、南瞻部州、西牛贺州、北俱泸州。详细说起来啊，这是很多的，说不完。那么四王天，四王天的天人呢，寿命多长来着？伯伯知道吗？哎，你的不错，能帮着我想一点。是五百岁，他五百岁呀、啊，不是俺们人间的五百岁，四王天的这个一昼夜，就是俺们人间五十年啊。你算算呢？这四王天的五百岁是俺们人间多少年？这四王天的天人的寿命是五百岁，以人间五十年作为四王天的一昼夜，是他的一昼夜。您想想，要360天，这是人间多少年？你们会算数的人可以算一算这个数目。这是啊，四王天。第二呢，欲天就是刀立天。这刀立天呢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呢叫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翻译一个不知道好了，就叫不知道天。不知道天就是33。这梵语叫刀立，翻译过来叫33天。怎么叫33天呢？因为第十啊在中间，这个第十天呢是在中间住的。这个第十就是那个印陀拉耶楞严咒上，也就是啊天主教、耶稣教他们所说的那个天主啊。中国人呢叫他叫玉皇大帝啊，在书经上啊就叫他叫上帝。斋戒沐浴以示上帝啊，那么你斋戒沐浴了就可以侍奉上帝。古来中国的人呢不知道有佛，就知道有上帝。所以汤王的时候啊，他祭天呢就用黑牛来祭天啊，他就说了，月与小子旅敢用玄母感召告于皇皇后帝
煌煌就是个大的意思啊，煌煌后地。朕公有罪，无以万方，万方有罪，罪在朕公。他说月余小子吕呀、啊、那个汤下这个商汤王啊，他的名字叫吕啊，叫吕呀、啊、他就说小子，就是、啊、一个很客气，说我是一个啊很没有用的一个小子啊，小一个小孩子的样子。敢用玄母，我敢用这个黑色的牛啊，敢昭告于煌煌后地，我呀很至诚恳切的，我告诉我这个大的上帝啊，说什么呢，说朕公有罪，说朕我呀要是有罪，不要加到啊一般的老百姓身上去，万方啊就是万方的老百姓，朕公有罪，说朕我一个人要有罪啊，不要给那个老百姓加上，万方有罪，罪在朕公，说呀、啊、这个老百姓一般的老百姓如果有罪了，那他不怪他们，因为我们要教化好他们，所以他们的罪啊都应该给我啊。所以古来的圣人呢他是这样的，也这个自己呀、啊、宰罚自己，不是啊像现在的人啊，明明自己有罪，不关我事，那是他的，那是他的不对嘛，怎么能怪我呢，啊你这个上帝真是不公平啊，为什么叫他那么有钱，为什么叫我这么穷啊，为什么叫他呢那么样子贵出贵，为什么叫我这么样贱，这怨天尤人啊，什么事情呢不说自己的不对，就找人家的不是，嗯，咱们古来的圣人呢是认自己错的，所以啊这个第十天在中间，东边呢有八天，西边有八天，南边有八天，北边有八天，这四八三十二天啊。那么这是第二狱，第三呢就是夜摩天，夜摩天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叫什么不知道吗，这个天上的天人呢非常快乐啊，非常的快乐，就是快乐，一天到晚都唱歌啊，唱这个歌，唱什么歌呢啊，他就说他特别欢喜啊，说快哉快哉、啊、快呀就是快乐，哉呀就是啊我快乐得很啊，我快乐得很，昼夜六时他都是快乐的，所以呀、啊、翻译过来翻译叫时分，这个时候的时啊就是一份一份的那个份，说每一个时分呢他都是快乐的啊，都帅天，第四都帅天梵语叫什么，都喜他、嗯、这个郭璞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，这个都帅天叫喜足，翻译过来叫喜足，喜就是欢喜的喜，足就是充足的足，就是满足的足啊，他呀时时都欢喜，时时都满足啊，这就是啊知足常乐
他因为知足，所以常常快乐，啊，所以又叫知足天。这个就是啊，一天到晚也无忧无愁的啊，没有烦恼，啊，没有窝里，啊，这是啊第四，第五呢，叫化乐天。它会变化它的快乐啊，变化啊，喜足啊，它就变不变的，化不化，它都是欢喜，它知足，甚至于不快乐它也知足啊，是总是知足。咱们这个化乐天呢啊，它会变化，能画出来这个快乐，他画自在天。第六，他画怎么叫他画呢？就是他自己呀，本来没有这个快乐，他能把其他的那个天上的快乐拿来作为他自己的这种快乐啊，所以叫他画自在天。这个呢，这个天上啊有很多天魔在这儿啊，以天魔为眷属。为什么他要画旁的天上的快乐拿到他自己来？因为他不讲道理啊，好像啊这个人间的土匪多数是都是啊画了天上的天人呢堕落啊，他到人间还想啊抢人的钱作为他自己的钱，那么这是他化自在天，他把人家的东西抢来了作为他自己的自在啊，这是六欲天啊。梵天就是大梵天、梵众天、梵辅天啊，果素啊他讲的对的。那么这个六欲梵天五戒十善，他们是修五戒十善呢所得的这天上的福报啊。那么在这个五戒十善，这都是啊有漏的善根，所以说种有漏根，种有漏的善根，他们那写的种有漏因，因也可以种有漏的因啊，岂有他人，那旁人呢管不了的，这都自己呀去的啊。讲经啊说法是不容易的，我现在啊因为没有想就说出来，有几个啊又说了是吧啊，师父讲错了啊，在心里啊怎么样啊说，口里啊不敢讲啊。但是啊我这个人也很怪的，你在心里一说呢，我这儿就这个电报就打来了，所以啊要把它改了它啊，轮回难断啊，是不是啊？这回对了吧啊啊，是你心里讲我说我讲错了是不是啊？不是这一个人怎么样想，还有赶快自己说出来是谁这么样想来的啊？都坦白，要不坦白啊那就永远不会成道的。